一分钟带你了解新传说角色和蝴蝶刀。首先是角色，本次全息手表的红灰配色十分炫酷，唯一不足的可能就是非对称式的设计，强迫症玩家会有点难受。角色附赠的大招为重力尖刺皮肤，设计是真的帅，但自己无法在实战中欣赏全貌。出场动作同样是两款，都很帅气。作为双模式玩家的我还是比较满意的。哎，这两个怎么长得不一样？问得好，这是本次传说角色自带的面具，戴上之后那种飒飒的感觉一下子就上来了。最后就是传说级蝴蝶刀了，跟原皮一样的切换动作，一样的剪翅动作，传说级多出了挥砍特效以及击杀特效。总结，喜欢杀手风格的小伙伴且没有其他传说女角色的，极力推荐入手。动摇 over。